哲在去年底与前主播赵黛欣登记结婚，没多久宣布赵黛欣怀孕的好消息，让外界又惊又喜。目前怀孕5个多月的赵黛欣，在近日被捕捉到现身松山咖啡厅喝下午茶，整个人看起来状况相当不错。在喝完咖啡后，她又搭上计程车回到周星哲新买的婚房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该豪宅一坪要价92万元，总价共有7000万，可说是相当奢华。而被问到怀孕的近况时，赵黛欣则透露自己没什么孕吐状况，只是变得容易喘，身体状况和工作量都正常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尽量保持心情愉快，一切状况都很不错，也谢谢大家关心。Bye.